林志森哈，啊，啊，咱拖一下吼，拄只甲拖咯，我实在世界上桃园的路吼，毋是台北市，台北市我混四五十年啊吼，啊条路拢熟，啊结果一只吼较歹势，啊大家过一个失礼吼，啊有时今仔日吼，大家拢是我的前辈。大家做民主运动，实际上徛来拢足久啊，不管是少年的、老的，大家拢有一个台湾的心，所以讲今仔日下当咧，伫个台湾民政府来伫个遮，对台湾这个土地的热爱，甲咱未来的发展，这点实际上我感受到讲，恁的精神。是我可敬佩。我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出世伫个一个镇下所在，伫开矿的一个金龟石啊，是用伫金龟石底下出世的，一个矿工的子弟啊。学校毕业，原来迄个所在台湾金属矿业公司吃头路啊，当然。迄、那个所在拢是中国人在经营的，无一个台湾人是职员的。我学校毕业，啊，讲两年要升职员，啊，未升的。我五十年含做兵做十年，我归去离开迄个所在。啊，今仔日我咪对遐挂来，因为我即马无做民进党代表，是拢无主意，啊，拢伫迄个所在。啊，伫遐咧挂休闲，啊，伫遐咧，我也要买一间厝，啊，原来住啊咧园区内底，啊，咱林志森都捌去，迄、那个所在，啊，伫咧种花啦，啊，一个种树啊，啊，做一个小田。今仔日甲跩前辈会当个共同伫个遮斗阵，我想着足欢喜个，因为咱共同是为着这个土地。为了咱子子孙孙未来在台湾这个土地的生存，所以讲，你有一个爱这个土地，为这个土地的子子孙孙来打拼，这个精神实在上我足钦佩。当然，都十二年前，我参加了民进党，啊，做过两届四年的这边委员，然后我就选一个主任委员，啊，足幸运，迄五个人竞争，我会当咧讲赢第二名再赢105票，就来做一个主任委员，过连任当选，做两届都未使过连任嘛，但是呢，啊，我也足幸运咧。啊，有一个派系叫我讲去做中常委，就做中常委，民进党中常委，跟他选是选十个啊，尔选出来票选的是十个全国党代表选的。啊，伊不但是讲全国党代表，伊还选三个中执会的委员，三个再选一个中常委。啊，做一届中常委，我倒转来选一个主任委员，因为两届都袂使过连任。啊，这届当然规个派系甲封杀，所以讲伫个这届算讲落选，毋捌过落选过，头一摆落选。但是我心情足好个，我感觉讲有人会当选，有人一定会落选，即款心情就爱甲看足开个。唔通想讲啊，我一定来推动算不过，就像民进党即届伫个即个总统初选，甲顶届的初选，即款热烈的竞争，甲彼此的攻击，这些就唔好。当然，即届蔡英文甲苏贞昌伫竞选，当然哦，即个竞选中间。这个派系绝对甲这个支持者绝对会足大力的支持，
伊个主攻，但是会甲别人绝对也是加减会摩擦。所以讲，即届我完全不爱去干涉，不爱去干预，就即届民进党个初选。所以讲，即个初选了后，加减绝对会分裂，因为支持者，我支持苏贞昌个人，我绝对不爱去支持蔡英文。蔡英文人支持的，绝对袂去支持苏贞昌。即就是讲组织系统的情况，更叫的人有伊的想法。我支持杀人，我绝对支持杀人。不杀人，我都袂支持。所以讲，更叫的人会分裂。所以讲，大家都讲民进党团结。实际上，民进党哪会当个团结？实际上，2012年造法度当选，若无遮，我相信国民党的后部，伊的组织力量，伊的金钱，会通去解决到一个选举。最近咱嘛知影讲，这个立法委员甲总统要共同来选举，即款的目的是啥物？较简单，有个人讲啊，小鸡带母鸡。过去马英九知名度足悬的时阵，所以讲一寡小鸡拢是马英九带出来。但是即阵马英九会使讲伊的民调、伊的执政，甲规个台湾要袂叫中国。所以讲台湾人民有一部分，我也是这种感受。马英九是要甲中华民国灭掉中国，是要甲台湾灭掉中国，爱怎样子？好，同款啦吼。咱即马是中华民国，当然咱有个人讲对中华民国有认同，但是呢，我相信在座遮若要举手吼，对中华民国无认同，对台湾则是有认同。咱嘛是为着台湾要来建立一个台湾民政府，所以讲今仔日就是讲台湾人民。为咱台湾这个土地咧行，啊，有时讲，咱也最近咱的护照有写一个台湾著名一个台湾，去到外国人足欢迎的。所以讲，咱只能讲中华民国也好，台湾也好，中华民国做一去袂去哦，中国我送给中国我无话讲，台湾绝对袂使，这点我是甲你解释的。所以讲，民进党。这个初选，当然昨伫个沙田埔有两场足大场，下一个大家做势，民进党参咧出线。这实际上，我对民进党即届的这个提名制度，是有我足反对。譬如讲，咱今仔日，咱一个台湾民政府，今仔日咱来受训。咱今仔日来为着这个系统来去斗阵，咱的目的啥？咱的会员是要创啥？咱今仔日会员就是要来为着咱的组织的力量来发展，为着咱的组织来成长，这第一点。第二点呢，咱的目标嘛是要爱为着这个台湾人民，啊，咱有爱为这个义务。来做，嘛爱为了权益，所以讲即届民进党的一个党员，拢袂当个有一个投票的一个初选制度，啊用来民调，啊不但是民调，嘛无排难。过去尤时阵在做主席的时阵，就是讲有一个排难，哦，你讲支持国民党的民调无效，我爱甲做民调，嘛是讲。50%的一个选民来做这个民调，但是这届不是的，这届是全民民调。全民民调，这会当个讲，和国民党支持国民党的有50%的人来操盘到这届的选初选。我柯信良，我有一边，甲一个我去看过去。也是即摆现任的市党部财务长，啊，请伊食饭，
阮的财务长蔡连克，伊讲啊，拜托柯信良，阮三个人拜托柯信良来支持苏贞昌。哎，柯信良讲好啊，结果呢？啊，即届，伊到最后根据最后一天的时阵，伊啊参加到一个初选，迄天。这个联合报，因为联合报中国报纸你也知影，甲采访的时阵，我就讲，这是中资付伊的钱，伊要来扰乱着台湾的选举，我无客气，我难讲，唔知有听无听过联合报，我是也无咧看，哦，过去咧办公厅的时阵，靠咧看这个联合报，所以讲伊的资金都倒来来的。伊即下阵有当时啊讲起来，我也足，但经济我也足无好诶。但是500万呢，毋是五万块、五十块呢，这数字是足大诶。是安怎来？伊讲伊共借，爱来参加初选，会去扰乱了民进党诶这个系统，绝对会。所以讲。伊即届推出真侪讲，即个台商过来也好，即个中国学生过来也好，中国人来遮经济好，中国旅游来遮拢袂要紧，我足担忧。伊不但用经济来甲咱台湾扰乱了台湾，控制了咱台湾的经济，因为中国人来遮读书。不但会使讲用共产党的思想来甲咱台湾人洗脑，这是足有险的代志。所以台湾人一定爱觉醒。我咧做市党部主委，会使讲我这六年咧做主委中间，我甲民进党所做袂到的代志，拢做出来。第一点，民进党无组织，所以做一个人民团体也好，做一个政党也好，做一个公司行号也好，实际上嘛是爱组织。人讲一个公司行号，我嘛做过永州酒的董事长，做过建设公司的董事长，做过大马家的总经理，河南路的大马家总经理。一个公司会当要发展，一定要有组织，干部要强，下骹手的人要有向心力，这就叫做组织。一个公司会当要讲要赚钱，会当要在困难中要生存的，一旦你的干部力量要足强的，你的领导者嘛是要足强的，这是讲公司行号。社会人民团体嘛是好，我不是要讲讲，咱有一挂一个社团，我真侪甲一个社团最近拢在斗阵，包括北社、南社、中社啦吼，客社啦吼，也是也是咧蔡天贵的一个公投联盟啦吼，我甲看起来真做只做一个组织。因虽然有照一个人民法，伫咧做一个组织，结果组织的系统无强。一个人民团体也好，一个政党也好，主要爱把一个组织做强。组织的力量，若做了强，一个政党才会发展，一个人民团体才会站起来。当然，蔡英文。你若在电视也看过，做一个公投联盟，伊我也相当甲基层的一挂人，我也看我啦。伊嘛去美国，会当去募款来做一个办公厅，来做一个经费发展，这真好个物件。领导者能力足有诶，但是组织系统比较较弱。这个组织系统。不但是讲你咧台北运作，你嘛是爱桃园、台中、各县市
嘛都爱做一个运作，啊，咱这个组织才会当来讲，规个台湾这个土地会当有普遍大家了解是啥物公投联盟。就是譬如讲，一个人，就是讲咱台湾民政府，你今仔日要来成立到这个人民的政府，你嘛是共款，嘛是也都爱做这个组织。不但是讲你各管区爱有这个组织的力量，嘛甲咱的这个所有的社员，嘛都爱推广出去。予大家会当去了解，会当去把这个咱的这个组织，会当去认同，咱来行出去，这才是重点。我过去伫民进党做主委的时阵，还未做主委的时阵，我虽然是一个做一个公司的董事长，我做过。一个烟酒酒，我会使讲事业啊做甲足顺利，但是呢，听边啊选市长了后，我做真侪台北市的公车专用道，啊边啊就是市长，我伫南港做伊阿元的会长，伊嘛唔捌我，专调嘛唔捌我，啊我也无需要伊捌我，但是我标真侪交通局。一个仁爱路啦，新营北路、新营南路、信义路，在公车专用道的时阵，是拢都交通局公开标的物件。结果伊就是几啊条是被提早两个月叫我完成。结果呢，我一边甲挂工，了钱嘛甲做。做到啥？做到讲，咱今仔难得有一个咱台湾人，正正刚刚台湾人做市长，所以讲了钱，一日二四小时甲挂工，提早两个月甲完成。了后我感觉讲，啊，你做一个支持咱台湾人民的人，啊，你牺牲遐大，啊，佫继续落去要安怎？规矩我讲，啊，时机也无偌好啊，要我那六十岁啊，啊，慢做啊，规矩收收起来，因为这个钱伫银行是一个数字啊，尔，但银行我摕起来，哎，看起来感觉真欢喜，好，我有八九位的一个数字，但是用袂着的，实际上用袂。钱对人的一生最重要，但是钱收多嘛是无意思，爱做一寡有奉献社会，予社会会当去肯定，这才是重点。生活一直过得好，我即马伫个一个自由路经过着阿多博物馆内底，爱做幸运。十几年前还未做博物馆的时阵，阿彪一个红包本啊，较早去台金甲买起来做金马丝线，一个工厂，啊，伊都甲台金提款买，啊，买了后，伊就去银行借钱，印股票出去卖，到尾啊，银行拍卖，当时另外人银行拍卖就无代志。所以讲，我做新闻，伊也甲买起来，伊看伊第四、第五标在买，啊买也真俗，啊买即马伫遐经营一个，啊若民宿，啊一寡店面租啦，啊食饭有就好啊。这就是讲人的一生。所以讲，我伫遐在做民进党，实际上在权力中心的时阵，有十二年，这边委员四年。台北市的主任委员六年，中常委两年，这个时间我少年所赚来，我也开一半。
较无一盘啊，我来开几千万啊，这就是为了啥？为了这个民进党的系统，为了台湾未来子孙来做一点啊有意义的代志。譬如讲，我咧做组织，过去我咧做执行委员，郭志明，伊咧做主委的时候，我就甲建议讲。咱的组织是非常重要的。过去国民党有一个小组，有一个小组，比如讲十个无二十个一个小组会议，民进党嘛要搞好，啊结果学袂起来。你落所在，民进党有一寡人头党员，伊是听比讲多一个议员，多一个立委。伊袂去听这个小组组织来做，所以讲这个小组办无几工、几年的时候，这个、小组办袂起来。但是我在做执行委员的时阵，我就开会建议讲，爱做组织，要安怎做？我甲计划，我计划做，就是讲组织爱一个每一日。还有一个小组，啊，一个小组就是讲，你家在现有的里内的一个党员，你去召集，你去做一个小组长。但是呢，无实施。当我做主任委员的时阵，我就把这个组织系统做了足完整。第一就是讲，把这个每一个行政府、十二个行政府，一个行政府做一个主任，三个副主任，一个一个专员，这个组织才做起来。啊，你就有法度，你这个专员就有法度在里内，我党员的名单给你，你去里内运作，不但是安尼安尼。我咧做主任委员，我一个月伫个东部七点到九点食便当，叫一个专员来开会，一个行政区一人，这就是做组织系统。啊，这个组织是要做啥？这个组织就是讲咱里内有啥物消息，咱党会爱了解。第二点，就是讲咱这个庄园未来就是里长的一个候选人，咱就培养一个里的一个里长。我咧做八年外前，我咧做主任委员，民进党十八个民进党里长。我做四年还未到的时候，我选掉一百个里长。台北市有449例，这就是讲做组织的成功。里长最起码你甲先甲里内党员会当去沟通，会当去拜访，好在里内下一个民进党员会对民进党有一个信心。你做一个党员，你嘛讲你有一个权利。他们去了解里内，所以讲真多一个专员，尾仔就出来选里长。不但是爱选里长，伊安怎在选？我就把跩要来选里长的人送去台北大学来做短期的一个训练，叫做里长兼里员训练班。结业，咱来知。真多伫个经营一个做旅游的人，有诶拢学历拢无甲遐，但是咧选举公布出来诶时阵吼，这是旅游经理人，某一个大学旅游经理人训练毕业诶，这一个，所以讲选举公布出来，下当去讲吼，这嘛相当一个大学去专业训练出来。
所以讲去改选掉一百个，这就是讲民进党也好，每一个人民团体也好，共同要来做组织，都要付出相当的力量，付出相当的心血。当然咯，伊个去当中，我接八年外钟，我接任到一个主席委员，总共也够八百几万，迄一年半年尔，相当有一点仔经费。我一个主任一个月发五千，有点费费。到尾啊，我这两年外钟，搁接任到一个主席委员。结果呢，顶家开价套出去，无钱无法。但是无法，这不是无法度做组织。我不管是行入到一个专员的所在，行入到主任的所在，不管是都叫人来开会，来了解到地方的情况。所以讲，因有一个感情，因无收到一个五千块。下一个邀电话，因一个主任嘛足欢喜，嘛是感觉讲为了一个黄主委来做工作，当然这是为了个人的，咱甲伊交情的，但是组织绝对袂使为了某一个人做做代志，这都为了一个规个团体来在做。像咱今仔日在座来伫遮，恁来遮做啥？恁来遮嘛是都为了。台湾这个人民政府未来的发展，恁所牺牲的方面，啊，无坐在遮要做啥？这嘛是未来要哪去发展，恁嘛是足重要的一个干部。所以讲，我足钦佩咱林志升，真早，伊就一直甲我讲，咱要安怎有法度来做这个组织。我讲，组织要做事，个经费爱大爱多，你来想看卖。今仔日拄只有讲拄台东回来，哦，讲林三田呀，台东我嘛不是去林三田，你即马选掉一个议员，啊，我要去真济座，飞轮机坐落去，爱开钱，你敢拄台东起来爱开钱。又是今仔日，讲有一个办公厅，有一个所在才好，要对阿提，一个单位，要单位发展，经济的，但是你呾我都做出来讲，可能台湾人民会当去认同，未来当然爱真侪人会当去甲咱赞助，我会记你伫个。2009年，我是足歹坐飞机啦，又是去到美国。十几年前，阮查某囝甲阮仔婿在德国留学，结果呢，去七八年歪转来，我去拼到德国去，去住一个月，啊去叫人转来，敢若坐到迄个飞机吼，我就读到听。过去也可以使，可能机场也使食薰，即摆是拢袂使。我2009年，甲真恒伟，美国去拜访十几天，嘛是去美国去募款。我拄啊最后即届会主意就任报钱，啊，就一寡代表转来讲。啊，无你来美国，我来斗三工。结果呢，不但是讲我甲这个人无过，迄中央党部都无支持我，去到国个党部无咧信道我，迄主委拢无咧信道我。结果呢，真侪台商有认同到我个人，甲认同这个人话。哦，办了足成功。我最后
一流，去到一个旧金山一个小所在，本来预算讲百几个，当然这无法就是讲办餐会，安来调。结果迄天的时阵，一个餐厅三百几个要四百个，坐到满满满。结果呢，快人拢是朴素的。那时阵大步走去到美国，伊来到美国生存呢，都相当有学历，甲有发展，在当地美国，拢来听一个演讲。我不是咧，有当时咱私底下咧开讲，我当时也不讲，吼、哦、啊台湾的朴素比较较侪。啊，结果呢？迄毋是比较较侪，比较较侪。即句话我先要讲出来。结果哦，我讲出来，感觉叫人家袂算的吼，我是白讲。实际上，伊听我演讲的，有影拢全朴素。三百几个最起码爱有两百个是朴素。结果呢，我的飞机票去买来回程票，买来最后一天要旧金山。因都叫我老的，哦，我过来给伊斗无，我叫参议员，叫众议员来，我去迄逝拢无，伊讲哦，我一个迄个朴素，甲讲，咱要留一工啊，我明仔载甲你召集一寡人过来甲你无款，啊，我叫迄个众议员甲参议员来。我讲唔使，迄飞行机票太贵个，佮延落去吼，啊，回程票拢无效，佮刷落去呢，啊，佮重新买票，啊，无留个。从一个会当个互肯定，佮会当个讲，互一个咱个代表，伫遐一个对咱台湾个了解，即实际上嘛是足重要。当然，迄边叫我呐无几百万啊，因为东部无咧支持我，有一寡台商咧甲支持，啊，我就感觉讲，这是主要咱台湾这个土地一定要加出国际，互国际咱的代表会当去讲了解咱台湾的情形，这话是足重要。所以讲，组织。这种足重要，所以讲我讲一个简单的故事给恁听。伫中央东部二班，阿扁安尼选总统连任的时阵，全岛牵手做一个东部，若是有组织，足简单的。去边的时候叫我讲。坐一百台，一个游览车载一百台。我照常在中央东部主委开会时，我讲若有游览车钱，电动钱你若有出，我无法度。但是若游览车钱你阁唔出，电动钱唔出，我无法度。这个就是经济，啊，就是组织。我一个专员。甲两台游览车，一里两台游览车，台北只有449里，我动员了因就去做。我就讲，一个罗文佳在选，是即摆叫做新北市，较早台北县，伊在选县长，吼、哦，啊伫个一个巴黎一个所在，咱巴黎迄个。在边个咧看球，伫遐，迄中央拢无开咧，好代志拢无找我，若要动员再来找我。伊讲一个吴某某组织做了足好，会使讲全国愿意咧做，拢找我，三五十台，我都甲动员。啊甲一边，罗文佳讲，拜托议会。
甲无款，一张无款餐券50,000元，结果大家买餐，结果来找我，我嘛去甲无3-4百万。所以讲有组织系统，啊，较有互社会会当去肯定，社会有一寡钱的人，伊就当讲的。结果呢，伊哦是阿扁一手甲牵起来，拄做囡仔学校毕业就甲牵起来，去美国发言讲阿扁是贪污。所以讲一个人，别人会使讲。任何人都会使讲，干那伊独独袂使讲。我咧做中常委的时阵，我来甲拍。我讲，做一个无聊，做一个人一手甲你牵起的人，你就做主人，安尼咧忽略。饲只狗，咱讲饲只狗，电视咱最近咧看一寡，咧 Discovery 的。在影片动物的，迄狗，特种会通救主人。卖讲一个思考无，也是讲一个咱的一个新闻报道，狗是来救有救主人，会使有作用的。所以讲都不如。拄仔讲不如的时阵，我咪阁讲一个，像最近。伊伫台中树林的初选，啊，尤世芬，伊伫做总统府秘书长的时阵，阿扁也叫伊选党主席。有一天的时，伊敲电话给我，啊讲，伊要选主席，啊，叫我甲斗相共。啊！我能做主意，我讲无问题。我是讲，因来叫偌济人去个官邸，总统秘书长伊个官邸入去，干那我一个。啊！当然，我当然做主意的时阵，做联谊会会长的时阵，哦，也有真济来参加，真济边来参加，啊，小我交我会当个小我有一点仔交情。啊！我伫个个剑湖山，阮全国主委联谊会，阮做会长，啊，甲建议讲，阮全主委吼，要去总统府，要见阿扁啊，哦，啊，甲伊来谈一寡台湾的局势。结果，迄天煞转去，第二天就敲电话给我，讲阿扁也答应。从伊这点了后。我开始甲伊交接，但是伊要选主席，伊讲，伊拄党务的系统会使讲唔捌查，啊，小明阿扁也叫伊选做主席，伊要哪做？伊一点就是讲，我是全国主委联谊会会长，伊就叫我去，我讲别位啊，我唔敢甲你负责，我会使甲你斗讲。国外市的一个主委，我会当甲你斗讲，但是台北市我全部甲你负责，你免叫第二个人。迄台北市有40,000+的党员，讲我甲你负责，我就甲遮庄员、遮主任请来一批，大家推荐有十分，我当面甲伊十分讲。讲台北市，我会当甲你开70%的票。我话你煞听一下，伊讲台北市咧全国内底下当个各县市，台北市甲台北县甲高雄市的时阵，党员上多，会当个开70%。伊话讲想到咁够有影，叫我开63%，差不多70%。所以讲，这个证明，伊才了解讲，做组织的力量，甲有一个组织系统，这个力量，啊，无我哪有法度，我有啥物嘛？当然，我爱叫一寡我的组织党员、即专员出积极来甲听，这才有法度。
结果伊咧选举以前，伊讲啊，伊全国拢无咧做这个一地一个状元，还讲全国要来做，敢会使？我讲会使，一定爱做。结果伊嘛是训练八千几个人。结果唔是这个训练，像你讲今仔日恁来遮，来去听一个组织，听一个演讲的代志，唔是今仔听听就转去啊，啊转去就刷咧，这唔是安尼咧。恁今仔日来遮了后，恁来了解讲，咱今仔日的宗旨是要创啥？咱今仔日的宗旨乃要创啥？咱等于第一是只破坏性，对不对？这才是重点。啊，今仔个嘛，唔是讲今仔个训练煞，啊，咱个一个组织顶官都甲你放教、放风教去啊。有时分训练八千个，全国训练八千几个人，结果呢，组织部的主任是新调入的人，甲伊无咧来往的人，啊，对我做组织部主任，资料拢伊咧顾，啊，你叫做你咧训练。叫做你咧做，你要做一个组织，一定嘛是爱叫你亲信的人来管管这个组织。所有的人要怎训练出来，所有的人要安怎个横向沟通，这个是唔是主席在做？这就是讲你组织部主任在做，这才是重点。结果呢，伊两千碰到你的时阵。也要选选总统，你是讲，哇，一挂有一挂大派的，一挂民进党的票仓会甲支持，啊，伊搁全国训练甲遮侪八千几个人，啊，八千几个人一人去有一票两票都，就两三万票啊，啊，搁做搁一个，比如讲一个县长，过去伊咧做行政院长的人，会甲斗帮衬。结果错误，这就是伊的错误。你会做组织来了后，你是不是有继续去甲跩组织、跩人有在互动？嘿，我足辛苦的咧。我做主的时阵是一个月最低要按时啊，十二天伫东部，咱林志升就捌去我的东部，我按时啊，就伫遐干。一个行政区专员，发现有啥物代志无？无代志嘛，加减卖做谈会，叫伊来，大家下当拢斗阵一下。即造福一个感情。啊，咱嘛有当时啊一寡代志，爱互因去伫地方会当了解，叫因去收集一寡地方的代志，即毋是啊简单的。所以讲。一个党员投票出来，尤其阮投票了无好，这就是啥？你组织做了无坚强。但人，但嘛有当时我讲这个话，我讲哦，啊你这届，啊你主委，你搁选连任的时阵，要选曾世荣，我讲呐，曾世荣教我选吼，莫讲多选啦，我是拢唔惊。但是所谓派系，包括小英。包括所有的派系，规个拢甲封杀。啊，若无讲伊，无啦，伊个知名度，伊咧做议员，下一个伫个拍一个马，迄个郝龙斌，甲迄个一个议会执政，我弟弟。但是要做主委，做组织系统，伊也乖搞，伊无迄个时间。组织实际上是。足难的，哎，花时间，会当去讲较侪。哎，我有当时啊，落去甲基层的斗阵，嘛甲伊斗阵食一下饭者。有当时啊，伊要创啥，我嘛甲处理者。我虽然即届咧议员选举，甲你就选举，伊就我落阵嘛。但是台北市海议员。我一个较好的，我嘛一个三两万块啊，加寄付，一个里长有百五个里长，
一个月若三千块，你甲寄付，这个上啥？咱普通时啊去经营，咱普通时啊有对个帮衬，咱要创啥？伊就自然会替咱设想。当然，这是讲金钱，这是讲咱的能力做得到。人咧需要时，你甲斗相共，造个咧意义，造个咧人情。所以讲做这个痛，不然要花时间，要花金钱。所以今仔日伫遮，咱真济会当出台湾这个土地的热爱，但台湾会当咧讲未来家家孙孙生存到这个土地来做这个组织。我感受到十二分甲恁感谢，所以讲咱台湾人不但是爱安尼，爱为着这个土地共同来打拼。我足担心的，对啊，就是讲中华民国要送去中国，中华民国到底是中国的还是台湾的？我搞不清楚，我甲大家搞不清楚。我相信这是中国的，中国这个共产党和国民党是同一个系统，伊是中华人民共和国，咱是中华，咱是台湾国，所以讲这个。这个，咱即摆这个政府会使讲唔是咱台湾人的，伊嘛是国民党，伊嘛是共产党的，所以讲因咧这家咧要去讲条件，甲咱是无关的。咱重点就是讲，咱为这个台湾，台湾是唔是独立的？以我来讲，这显然本来就是独立。台湾会使选总统。会当去选县长，会当去选市长，会当选民意代表，这本来就是独立的一个国体。当然，咱嘛是爱担心，比如讲共产党拄啊，咱一个两百几公里一个海岸，伫几工量飞弹要来甲咱威胁。这飞弹威胁嘛毋是啊简单个，敢若李登辉讲个，也有空炮弹。要吓怕咱台湾人，我上怕就是中国的经济侵入了咱台湾，这才是会当去防担忧。咱也知影讲，咱真侪去十块点啊，超商真侪咧挂迄个十块，哦，一项拢十块，迄个拢从倒来，迄拢从中国来。迄不但一个细项物件，所有的日用品拢伫台湾，甲你台湾的经济，迄当阵压未 FTA 压未签，伊就甲你侵入咱台湾。啊 ，FTA 签的其他的经济，最讲这足担忧的。第二点，我不是讲阿拉，咱台湾拢去带一挂阿拉来台湾。啊！怀阿拉那摕到身份证，怀会支持啥？80%-90%拢会支持国民党。所以讲，这个人口也在一直甲你迁来咱家。所以讲，柯信荣一直讲啊，不要紧啦，让游客拢来啦，让伊个公司来遮收入公司啦，来买房地产啦。哦，旅游可以，会使讲自由化的旅游。啊，你都甲安尼来的时阵，是毋是对咱比一个共产党的一部分？因会使讲自由要来侵占着咱什么情形？咱最跩毋知北区迄个金溪石啊高分啊，是用北区无？迄高分啊，你甲看，迄几条街拢削平的，迄几条街拢。卖一寡中国大陆货的物件，对无？拢侵入了太厉害，所以讲咱台湾人不但是爱讲切，
所以讲，咱林志升当当时，伊在加工一个组织系统，讲有需要做，不但讲有需要做，哎呀，给台湾人民会当个欢喜。今仔咱在座，我唔知影讲恁来自什么所在，恁若是讲来自各县市的所在，咱今仔要怎甲跩咱的理念？会当落各管区，咱的一个人民会当去了解。可咱讲，咱今仔日是安怎要组织一个系统？咱今仔为着啥物要成立了台湾人民的一个政府？一个理念爱讲出去。咱今仔若有法度甲这个组织做会大起来，咱嘛会出一个政党。做一个政党，第一要有理念。所以讲，我今仔日伫个做过共常委，做过民进党六年的主委，即届初选我排伫外头一边。有个人甲我讲，啊，咱来支持苏贞昌，啊，有个人要来叫我讲去支持蔡英文。我讲哦，实际上，分去初选煞再来拍。蔡英文今仔会当去讲，伫全国的知名度，和民进党会当去讲，大家甲抱甲尻川，敢若抹红蛋呢？这个伊的力量遐老强，就是讲时势造英雄。你讲真济一个补选的立法委员，迄是歹就做了足歹，那补选拢会当去讲过关。我讲一个故事互你听。当当时台南县要一个县长的初选，蔡英文甲谢龙田两个结合，一定讲来世代交替。